自建农村别墅第七集，今天继续挖地基。小陈阿呀，你没搞没？只要多走几个门，后面的就亮了。挖到第四根柱子，才发现这里过去正好对着厕所，也刚好在沼气池上面挖不了地脚梁，没办法了，只好改图纸了。可是改完图纸以后，才发现之前挖的几个坑，现在一个都用不了。